长今天穿的好喜气哦。我好像只有红色，只有过年才穿，所以这一件可以是好像八年的。不过不一样的这个过年的衣服，只有过年这几年穿，所以你一次穿，因为一年不见，我们都觉得很新，这样很好。市长，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期待？刚听说过新的一年啊，我们告别过去非常艰难的一年，我们希望新的一年高雄有很多重大的建设，这些建设持续在进行中，包括我们一个流行医院中心，水岸的一个新总监，所有的市民朋友。很多人也因为这个石化气爆案承受痛苦，很多人家庭受到严重的伤害，我们也有同仁，包括很多善良无辜的市民，他们都因为在石化气爆的时候，他们失去他们亲爱的家人，这些我们都是感同身受，我们的内心非常的痛，但是也非常感谢，在过去的一年，我们那么艰难，我们那么困难，我们那个时候备受很多很多的一个市政府的冲击，但是非常感